呼应一下。谁先说？你先说。我刚开始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觉得他特别高冷，不说话，然后就是整个坐在那儿，然后也不讲话。然后后来熟了之后，发现他是个神经病，话特别多。然后，其实挺，就熟了之后还是挺能叭叭叭的，但是不熟的时候就给人感觉高。啊，原来是这个样。哎，我今天没有感受到高冷哎。是，但是我见楠楠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也是，就是可能外表就感觉大家都比较内敛的，可能就大家都挺高冷，不怎么爱说话。不认识不熟的时候，不是我们俩都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跟人聊天、去主动找话题的。但是慢慢熟了之后，包括我们上一部戏《钢沙厅》的戏，我们俩也是一起演了，一起拍的。那个时候就已经一起认识了。对。最初第一印象就是特别直白的，就是哇，这个女生也挺高的，不错。对。严威读泰戈尔的诗，我看到了读泰戈尔的诗。我也看到了，求严威读泰戈尔情诗。你们没发现吗？那天严威其实是生硬的，在背诵啊，特别生硬啊。我现在都已经忘记那个词。那你能有感情的给我读一个吗？你现在有感情的给我读一个呗。我找个词儿，好吧，我找一下词儿。好的，我发给你。我有。你有。我收藏了，我发给你哦。我看不。我快点，你不要转移话题，来，小麦克风递给你。哎，马上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准备好了吗？清一下嗓子。你怎么卡了？好了，来了。快点。有感，你要有感情的读。你希望是什么感情？就是，你想要什么感情就什么感情，你快点。哇，你这照片背景还挺好看啊！谢谢。来了啊！哎呦，你快点！来了，快点！来了，我将静静的等候，像黑夜中彻夜不眠的星星。黎明一定会到来，黑暗终会逝去。你的声音将助会啊，对，不错，你行不行啊？是，接着来。你的声音将会注入精泉，划破天空。那时，你的语言将会在我的每一个鸟巢中生意发生。完了。不错。言味不行，什么言味不行？言味行。